那个，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系统里面啊，就是如果它用到数据库，就是 Python 在用到数据库的时候呢，它也要用这个 ORM 去做这个 mapping 过，就是很多时候用到的技术叫 SQL Alchemy，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这个，就是我们在 Spring 里面用的 Hibernate 或者是 MyBellies 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有必要就是给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啊，让大家，当然他们肯定是有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清这个用这个 Python 作为这个后台的这样的一些系统，包括我们前面可能后面要讲的啊，就 SQL AGI 或者是这个 MLflow，所以呢，可能很多系统都是用的这个 SQL。这个 Alchemy，所以说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关于这个数据库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啊，这也是一个开源的这个数据库读写框架，我们也是用这个，就是用这个，ChatGPT 给大家做了这个培训的这个内容啊，然后我们给大家聊聊这块的这个知识，应该我觉得还是算一个比较常用的啊。我们首先看啊，这个里面的这个 SQL Alchemy 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用 Python 的数据库工具包和这个对象关系映射，就是叫 Object Relational Mapping，就 ORM，允许开发人员以 Python 的方式与数据库进行交互，同时提供 SQL 的这个全部的功能和灵活性。SQL 呢，这个 Alchemy 的设计的目标是提供一种企业特性的这个持久性的模式，以实现高效和高性能的数据库访问。首先，我们看这个 ORM 是什么意思啊？就对象关系映射，就是把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表映射到这个我们通常用的这个面向对象开发的，比如说 Python 啊，或者是 Java 这里面的类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技术，像 Core SQL 这个构建系统。这个 Core SQL 的构建系统呢，是 SQL Alchemy 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库抽象层，用于这个 SQL 的这个表达语言、模式、连接词、类、强制等自定义的这个类型。这里面的话，可能讲的有些抽象啊，我们到时候看。其实本质上就是说，这个SQL Alchemy 怎么跟数据库进行交互，那我们的程序里面如何跟这个数据库进行交互？数据库呢，通常是这个 MySQL 啊，或者是 Postgres 之类的这个数据库啊。然后 DB API 交互层这一层呢，处理数据库的积极交互，包括发送 SQL 的查询和接收结果。这个就是跟数据库交互的时候，用 ORM 的话，那我们可以直接写类就可以了。然后用这个 Core SQL 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写一些简单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表达式语言嘛。然后用 DBAPI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写 SQL 文，就这么一个层次啊。这个如果说 Core SQL 的话，大家这个不是太明白的话，它应该直接介于这个类和这个 SQL 之间的一个东西。你可以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啊。然后灵活的查询系统允许，与写 SQL 同时，相关的这个组合来编写查询，然后一格加载，最后我们会讲这个它里面是，就是说让这个跟数据库交 SQL 这个 Academy 呢，跟数据库的交互更加这个高效，更加高效。然后事务处理，我们事务处理的话，一般的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叫 Start Transaction，然后 commit 或 rollback 这样的，他这里写了，就是说，如果你不 commit 的话，他就，你一旦开始了这个事务的话，你不写 commit 的话，他就不会跟数据库直接进行这个交互。然后数据库类型和生成的话，就是数据库模式呢，可以一步反映代表数据库元数据的这个 Python 结构中，这些结构可以生成 query 的语句。就是我们有时候，创建数据库需要明示的去写，这里呢，可能能省一些这个工数啊，省一些工数。然后安全性，它可以防止这个 SQL 注入工具
社口注入攻击的话，比较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可以写，比如说，从数据库里面查入密码的时候，查询密码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就是说嵌入一些这个，社口语句，让它把这个密码给查询出来。这个，如果我们想防止这样的系统，其实你要说也比较简单，我们允许，就是这个社口不是只有可拼的，但是有些关键字啊，或者是有些这个。语句的部分，那我们不能让它随意录入，或者格式要切合它的格式，不能让用户输入的这个东西直接反映到这个，就是跟这形成这个 SQL 语句，就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这样就可以防止 SQL 的注入攻击。然后我们看这个 SQL Alchemy 的这个主要的优势和特点，主要的优势和特点其实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说它一个是关系映射 ORM。ORM 就是这个 object 的 relational mapping，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库和这个类一一对应起来，然后 SQL 语言表达，那我们同样的这个 SQL Academy Core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 SQL 这个表达式语言，这个 SQL Alchemy Core 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 SQL 语言跟这个 SQL 之间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表达式语言嘛，所以说不用写出完整的 SQL。但如果是这个 DB API 的话，就是提供了一个纯的数据抽象型，然后它对不同的数据库，那我们都可以写一个统一的这个 SQL 语句就可以完成。然后 Azure 加载的话，就是提高这个数据库的性能，然后做到这个加载的时候。就是该加载的时候加载，不该加载的时候我们可以延后加载，这样避免所有的数据库使用同一种处理方法，然后提高这个数据库的这个，然后这个安全前面我们也讲了，就是可以防止这个注入攻击，然后各种查询、数据库迁移，就是这里面都是可以实现的。然后它的优势呢，就是有各种这个，因为有上面的特点，就有下面这些优势，我们就不细讲了。这些因为这个。讲优势这一块的话，因为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可能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看看如何安装这个 SQL Alchemy。安装的话，那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安装方式。如果我们简单的用 PHP 来安装的话，就是直接这样就行了。空的安装的话也是一样的，用空的 install。然后从源代码安装的话，那我们把这个。Alchemy 的 git 这个库给下载下来，然后它有这个 setup 点 py 这个应用程序，那我们可以直接安装，用 Python 直接去调这个 setup 这个程序进行安装。设置的话，我们想要运行这个 SQL Alchemy 去读写数据库，那我们首先要 import 它。import 它的话，首先我们创建数据库。那创建数据库，那我们知道这个，用户密码，然后 host，然后端口和这个数据库的名字。这其实一般的，我们讲数据库的五大要素啊。这个Dalvik 的话，应该是就是这个 HTTP 这样的一个就是方式，就是程序方式，用户名密码，然后服务器地址端口，然后数据库名字。要知道这几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是创建一个数据库，创建这个库。这个 Dalvik 的话，它是数据库类型，可以是 MySQL、PostgreSQL 和 SQLite，用户名密码这些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如果就是说去创建表，因为我们讲跟数据库交互，那首先我们怎么如何创建表？创建表的话，那我们对这个里面我们就比较简单。我们先创建一个 base 类，这个表的 base 类啊，表示的相当于是表的基类。表的基类的话，就是我们创建一个用户表，那这个就定一个 class 是用户，它从这个 base 这个基类继承过来，然后我们指定它的表名称是 users，然后指定它里面有几个。字段就是表的有几个字段，一个编号，一个名称。这个字段的话，像 ID 的话是它的这个主 key，
然后名称的话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然后我们可以指定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创建这个表，我们创建这个表就叫 base 点 metadata 点 create wall。然后绘画管理就是我们可以如何来根据去查询，就是在绘画管理呢，就是我们在查询这个表之前，我们应该做的一些操作，或者查询、更新、删除这个表之前，这个内容里面之前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东西。首先，我们要创建这个 session，session 就是要绘画管理，然后创建这个 session 对象，创建这个 session 对象以后，我们前面这个已经讲过了，我们就不讲了。然后我们创建这个 session 对象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创建 session 对象以后，创建 session 对象以后，这个其实前面这个意思前面都是讲过的，就它用 ChatGPT 它有些重复的东西。然后我们创建这个 session 对象以后，是从这里啊开始创建 session 对象。创建以后，如果我们想往这个表里面，就是 user 这个表里面，我们前面创建这个表。这表，我们往那表里面加一条记录，那我们就溜这个对象，溜这个对象，对吧？就是 user，然后它的 name 是什么什么，然后我们讲用 session 点 add，然后 commit，add commit 就是我们向表里面增加一条记录，然后我们提交，这就往表里面增加了一条记录。然后如果我们想更新这个记录的话，我们就是用 query 把这个记录查询出来，查询出来，然后。这个从这个 user 这个表里面查询，然后它的 name 的话，就自然这个名字，它是等于 John 的。我们查询它第一条记录，然后我们把 user name 给它改掉，原来是 John 改成 Johnny，然后我们点 commit 它就更新进去了。更新删除的话，同样也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把它这个记录查询出来，那我们 delete 这个 user，然后我们 commit 它就把这个数据，这条数据给删掉了。所以说，这里是用的这个 ORM，这是一个抽象程啊，就是它这个可以使用这个基础的我们就是相当于是 Python 里面写的这个 class 来进行操作，这是不需要大家在这里面就没有看到 SQL 语句，没有看到 SQL 语句，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只需要调用它定的一些方法，像 filter 啊、by 啊，或者是 force 啊这样的一些。字段，对吧？就是 query filter by 或者 force 这样，就是跟这个 SQL 呢很相似，很相似。我们想查询什么样的数据，查询哪个表，然后它的这个无碍条件是什么，然后是它第一条记录，然后我们想把这个记录给删掉或者是更新，然后我们只需要更新它的值或者是删除它，或者是然后在这个commit 就行了，就 session。就 session 的话，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叫事务处理，事务处理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看这个 core SQL 的这个基础概念啊，就是我们前面讲了这个，core SQL 呢，它是介于这个我们直接写 SQL 语言和这个这刚才这个类完全看不到 SQL 语言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东西。我们看它怎么叫中间的这个东西呢？这个 SQL Academy 中的 SQL。Core SQL 构建的是一个底层的数据库抽象程，提供了一套 Python 的一个这个 API 来执行这个 SQL 语句。与 ORM 层不同，Core SQL 的构建程更接近于原始的 SQL，所以它之所以叫接近于原始的 SQL，它并不是其实并不是完整的 SQL 啊。所以这点大家可以看后面的例子就明白了。我们看后面的例子，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用这个 Core SQL 这个来操作的话，那我们首先当然是要创建这个数据库，像数据库跟前面一样的，然后我们要定义这个 metadata 和 table，这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就纯粹的 SQL 或者是前面的 class 不一样的地方，这里它出现很明示的这个叫 metadata，然后由这个 metadata 呢，我们定义出这个表，我们定义出表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定义这个表的话，它的名字叫 user，它的 column 有这个 ID 和这个 date 这些字段。如果这个表它不存在的话，它就会创建，
然后我们想定了这个 metadata 以后，我们如何对它进行查询呢？这个就是说一个，所以说这个 SQL Core SQL 的话，它就是一个类似于查询语句的这个东西，类似于查询。我们从 SQL Academy 里面 import Slack 的就是查询语句，你可以理解为查询语句，但它实际上并不是拼写这个查询语句，对不对？所以我们让 S 等于 Slack 的 user，就是把 user 表里面所有的数据给查询出来，然后我们调这个引擎的话是前面的这个数据库，初始化的这个结果，我们调它的这个 execute 的方法，把这个伪查询给它放进去了，然后 insert 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我们从 SQL Academy 里面 Alchemy 里面 import 这个 insert，然后 insert 我们讲这个 users 点。这个 insert users 往这个 users 这个表里面插入，然后 values name 等于这个 join，就插入一个名称为 join 的这个对象，然后我们调这个 int 点 execute，所以它这个就是伪语句，虽然是 core SQL，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 SQL 语句啊，就是更新的话其实一样的，我们先 update user where user 点 c 点 name 点 join values name 等于，我们把这个也是把 join 改成这个 Johnny。然后我们调这个 execute 的，跟这个 insert 很类似的，删除我们 delete user where 这个 user c 的 name 等于 Johnny，然后把 Johnny 这条记录给删掉。所以 core SQL 呢，提供了非常灵活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任何类型的 SQL 查询，但是它呢，也不是写这个，也不是直接写 SQL 语句，我们后面讲这个 DBC。DB API 的时候交付的时候，这个就是完全写 SQL 语句。如果我们对就是说对这个 class 直接写 class 或者直接写这种类似于这种 SQL 语句的这个方式就是有一些感觉这个异样或者抵抗，我们习惯，比如我们学了数据库，我们知道标准的 SQL 怎么写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标准的 SQL，我们先获得连接，就是 int 点 connect 的，然后有了这个 connect 的，我们让 connect 点 execute 的查询语句 slack 的这个就是完整的这个就是这个 DB API 的话，就是完整的使用这个查询语句，就是标准的 SQL 文去对数据库执行操作，标准的 SQL 文去执行操作，那它就执行的一个就是结果，就是你选择的这个信息，那就它就放到这个 result 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写更复杂的这个 where name 等于这个name 是 join 对吧？就是可以通过这种 execute 一个是单个参数，一个是两个参数。两个参数的话，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变量用冒号隔开，然后我们在后面一个字段里面把这个值给附上。处理的结果呢，我们得到这个 result 以后，它应该是个数据集，对不对？数据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循环，对于每一行，把这个每一行打出来。然后，如果我们要进行事务管理的话，因为这个如果你想用 SQL 的话，就是往往是需要用自己的事务管理。我们让 connection，它都是用 connection 点 execute 吧，对吧？我们先让 connection 点 begin 就开始一个事务，然后执行了某个东西。往这个数据库里面插入这个记录，插入以后先点它的 commit，然后如果是出现异常的话就 rollback，就是，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基础的用 DB API 的这个一个操作，最后把这个关掉，一般都写在 final 里面把它关掉。然后我们创建和管理数据库模型，我们首先定义模型，什么是数据库模型呢？这个模型呢，其实就是通常意义上就是指这个表，指这个表嘛，对吧？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模型，就是一般的一个模型里面有多少张表，因为这个表呢，就是跟现实中这个我们要管理的这个对象是对应的。我们现实上做一个系统，我们不可能无限制的，去，
去说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管理下来。我们往往是管理某一方面的东西，这个某一方面的东西呢，那我们就用表去定义好了以后，它有哪些字段，我们就管理哪些字段，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表里面，当然是可以定多少。